这什么鱼啊？草鱼。这鱼做的一点都不好吃。对对对对对。每次买鱼只知道红烧，就不会清蒸吗？对对对对。好好的一条鱼被你烧成这样，那我不吃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你疯了吧你？对对对对。哎呦我的妈！24个被气到无奈的男人。你能不能把安全带系上？我系着安全带了。你系着安全带，它能一直滴滴滴的在响吗？你看，你系好了，这不就不响了吗？嗯。亲爱的，如果我快死了，要你亲你前女友一口就能救我，你会亲她吗？我不会亲我前女友的。那就是不想救我了。那我亲她。你亲吧，反正你跟她也有联系方式。那我不亲，我选择和你一起死。可我还不想死。你果然还记得她，对我见死不救。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，你就是我前女友了，我亲你。渣男，就是跟我分手。我拿两张纸。要两张纸，你有病啊！我让你给我拿两张纸，你就给我拿两张啊！不对吗？你听不懂我说话呀？我听懂了，你让拿两张纸，我给你拿两张纸吗？哪儿没听懂你说话呀？我让你给我拿几张，你就给我拿几张呗？不对吗？我现在跟你过日子这么累呢，上超市也是的。我说你给我拿个袋装菜，你给我拿几个袋？拿一个呀。那给我装菜的吗？是不是得给我拿四个袋啊？那你要四个袋，你就说你要四个袋。你刚才去拿一个袋，我就给你拿了一个袋。你说拿两张纸，我给你拿两张纸，我哪块不对了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不行，我咋懂你啊？你话都说不明白。我不想跟你说话了，就给我买水都渴了。这买啥水？这不有水吗？喝点水吧。你给我拿矿泉水干啥呀？你刚才说你要喝水的吗？我说喝水是喝饮料，我啥时候喝过矿泉水啊？你刚才根本就不懂我。你三天不吵架，你心里痒是不是？你变脸真的快，你比他们四川变脸还快啊！那我在车上都闻到别的女人的气味了。你是狗鼻子吗？能不能不要这样？不是，车上居然一根头发都找不到，穿的还挺深的。快点说，那个光头女人去哪里了？什么光头女人？光了个死人头啊！我有这么重口味吗？你不要听那一声一声，行不行？那你说这个座椅为什么调动了呢？大姐，你昨天晚上把我赶出来，我在车上睡的。大姐，我赶你，你叫出来是吗？看我听话也不行吗？你要听话是吧？那就分手啊！管我的，还在家里睡觉。哎呦，你不要闹了！你别哭了。哎呀，你别哭了。我错了，还不说吗？我错了。哎呦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我让你去钓鱼去，行吗？哎，知道吗？老婆，你今天买的雪梅莲是生姜味的吗？嗯，靠，真笨，怎么连柠檬和生姜都分不清楚？我那么不喜欢吃生姜，怎么可能买生姜味的洗面奶啊？真是的，一直都跟你讲不喜欢吃生姜，不喜欢吃生姜，每次炒菜还是放。你看你不喜欢吃芹菜，我就再也没烧过芹菜，真是的。哦，上次吃火锅的时候，你倒是跟我讲你前女友不喜欢吃土豆。这个你倒是记得蛮清楚的嘛。哎，看来我在你心里头的地位一点儿不如你前女友，气死了！分手！到底要怎么样？这一大早的。一句话也不说，跟个聋哑人似的。我一大早，我一直在赶车，我一直在忙。我做错什么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。我忙完，我带你去吃屎啊！我要带你去吃饭，好吗？你至少你要告诉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改，
改不了我就死不了，我去投胎。这男人太难当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立马改。我昨晚梦到你跟别的女生说话了。多少钱？你换玻璃水多少？3000啊，老公是太贵了吗？玻璃水3000？你换的是山泉水吧？你加的是西湖的水，我的泪呀、啊！是啊，他还给轮胎加了高级空气啊，一起才这个价格，我被坑了吗，老公？高级空气啊，高级空气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我被坑了吗，老公？我爷爷在 ICU 吸的氧气都没这个贵啊，空气呀、啊！你姐是疯了吧？我的个娘啊！我洗澡为什么没有热水用啊？你去看热水器开了吗？我放了半天，全是凉的，没有一点热的。那你看热水器开关开了吗？你昨天就说不太好好的吗？怎么到我用就不行了？肯定是你昨天洗完澡给用坏了。你看开关开没开了吗？我当时就跟你说，咱不买这样的，咱买个放在厨房的什么炉，随时都有热水用，人都有那样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是的，回头我们就去把它换掉。你现在先去看看热水器的开关到底开没开。烦死了。全是凉的，我站那里放了半天，我要是用这么凉水洗澡，我把自己冻坏了怎么办？我把自己冻成僵了怎么办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修好了。现在是对我不耐烦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所以爱会消失对吗？哎，这会儿吃饱了没事干，咱去楼下逛一逛，锻炼一下吧。你是不是嫌我胖了？没有啊，你要是懒得去的话，那咱就不去了。你这意思说我懒呗？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？不是啊，那我自己去行了吧？哼，我看你就是想自己去。楼下是不是有哪个小姑娘等你呢？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？我无理取闹？你觉得我是神经病是不是？有人，我错了。错了还不说对不起？对不起。哼，一句对不起就想把我给打发了？我现在不想多说话。不说不行，必须说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那我说，我说。我不接，我不接，我不接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和你说了土豆切丝吗？我切都快切完了，下次了。那我不吃了。哎，真烦。你切这么大，这叫丝吗？你没见过外面饭店的土豆丝吗？这是家里，不是外面饭店。哎，你去外面吃吧，真是吃了不良心了。老公，你凶我一次好不好？干嘛凶你啊？哎呀，你凶我一次嘛。哎，不凶，凶了你等一下要生气。不生气。真的？真的。确定？确定。我要吃什么？像个嘚儿啊，长得跟个鹅似的。问你晚上吃什么？吃下去吧。你凶我啊？每次一吵架你就不说话。那你想我说什么？你不会讲道理吗？不会好好沟通吗？你疯了吧？我跟你一个女人讲道理啊，讲了你又不听，听了你又不做，做了你还做错，做错了又不改，改了之后还说我怂你，然后又让我道歉，道歉就算了，道着道着你还真觉得是我错了，又问我错哪了。那你错哪了？我不应该说话。哎呦我的妈！告诉你怎么拍你都拍不明白，别过去，别逼我在这么快乐的地方删你啊。你皮怎么一直跳呢？今天你今天开过车了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出现了呢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你加满了油。给我加油了。对，用你的油管。我自己加的。还干啥了？还给你加了玻璃水。我加玻璃水了。对呀、啊。加玻璃水了，加满了？对呀、啊。你确定加满了？确定啊。你玻璃水加满了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完了，废了废了废了。
我结婚七年了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今天是结婚纪念日。爸爸，今天我老公跟我说他不爱我。我什么时候说不爱你了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的是这个月给你买不了包。那不一个意思。你干嘛呢？我六点下班，你六点零五才来。堵车了呀。你堵车你不能早一点出来吗？我怎么知道今天堵车呀？这条路你每天走每天走，你不知道堵车吗？我就来晚了五分钟，你分得要这样吗？外面很热的呀，我衣服都湿完了。平时我等你一两个小时怎么等的？更何况今天是我来接你，你等几分钟怎么了？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你就应该等我。那你自己打车走吧，对吗？那拐弯打转向啊，又他妈扒了雨刷器，还呲水，我让你干家政来了呀？说话啊！那左手是干啥使的？你再逼得扇你嘴巴子用的。你慢点，不着。媳妇做啥呢？这不是我那龙吗？啊，行了。你扒他鳞干啥呀？我给他做手术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做手术。他怎么死的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你知道有一天我是怎么死的吗？被我气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被我气死了。每次吵架你都不说话。那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你可以讲道理呀，不会好好和我沟通啊。我有毛病啊，我跟一个女人讲道理啊，我说了你又不听了，听了又不去做，做了还做错，错了还不改，不改吧还说我凶你啊，然后还让我道歉，道歉就算了，主要是道着道着你还真觉得我做错了，最后来一句，我到底错在哪儿？那你说你错哪儿？我就不应该说话。小瓜，看你好看我。喂，你钱怎么花的？你哭啥？我气的很。说娶你了？原是说娶我了。我一分钱没花，我花了。我就说你的钱为什么总是负数？我不收钱，光花钱还用说负数？你怎么不收了？啊，收多少钱？不加油呗。那一说的我就气得牙根子痒痒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花钱呗？吃饭你不拿钱呗？你拿了没？你火葫芦饭就说你月月收钱，月月再给我要钱，你那是啥意思？你拿钱了吗？哪天出去吃饭吃你拿的钱不？谁拿的？十块二十的怎么谁拿的钱？抓准去啊！10块20的不天天吃不？啊，今天吃饭一天10块。啊，对，一天吃一顿10块20，你给我说一个月花多少钱？你别管我一个月花多少钱，反正钱花了，你愿意怎么怎么着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拉倒。不能过，能过，能过，能过就别说。我不说，那你咋过过？那就你手里都不宽敞，叫我给你赚钱。我手里都宽敞。你手里都不宽敞，你手里不宽敞就呗，你不能叫我手里都不宽敞。你这话说的没毛病。